哈喽，我在家宅了三天了，一直因为就是时不时的要收拾家，所以说我在家练琴，一直都没有出门，终于要去上下午的课了，换一个小妆，看上去不会那么沉了一件绿色的衣服，然后配了一个珊瑚色的眼影，那就再配个纪梵希的这个珊瑚高光的一个，这个颜色我也说不上来，适不适合我，的确会让整个妆面看上去就是清新一点，淡一点，效果还是满意的。 上完了，再回家的路上，中午的时候穿了一件衬衣，把我冻死了。短款的毛衣是最合适不过的，换季透气又好暖。回到家了，再电梯里。第一次进到家门以后，心情这么好。晚安，花花。在美国是中秋节了，就穿了我的这件粗布褂子。 有点节日气氛。早上的时候温差非常的大，现在呢太阳又特别的美好。楼上有人在练小提。当当当，Whole Foods 买的无籽小西瓜，这种 personal watermelon 就是一个人独霸的小西瓜。哎，这就是上次我给你们推荐过的那个谢富春的桂花香鹅蛋粉，还在我床上。嗯，杏仁新皮。 看看这些花花，真的心情好棒。这是一个有一点伤心的故事，让我们去逛一下 Target 和 Home Depot， 给家里买一点绿色植物，带上这个大的购物袋，喝照一下镜子。喝茶吧，阴雨天喝点白茶，也是很惬意。 所以我还是去布莱克买了一些东西。那我买了一些相框，还有一些家里没有的类型的画纸，很多的画画插画就可以 DIY， 也不用全部都去买。首先呢，我还是买了一个金属颜色的这个相框，我觉得非常好看，布防高就可以挂起来了。那一幅叫《星月夜》，这一幅是不是可以叫《白云日》？一个万能小黑框，一个万能小白框，还有一些画纸。那么最重要的，今天下午的一个收获是，我还有一个非常大，而且它的 size 非常尴尬的一个salvador dalí的画，所以我这里还买了四根做手工用的木棒。木棒的材料呢，就是非常非常轻，也不是什么很好的木，但是光是挂幅画的话，绰绰有余。大概出来的效果就会是这样：上面一根加上下面也会有一根，背后呢选的是这种宽扁的木头，用来把这个画尽量的压平。然后前面为了美观选了一个比较细的1厘米粗的这个木头。是礼拜天，老师从纽约回来了，然后今天下午5点钟给我补一节专业课，刚准备去学校。 活动活动手，今天晚上想吃米饭。噔噔噔的伴奏好了，我这个手上戴了手套，因为这个手有一个创可贴，刚刚切洋葱的时候切到手了。好啦，我的日式洋葱鸡蛋饭。专业课上的很好，主要还是得自己多练琴，老师就可以多讲一点东西。 新的一周上声乐伴奏课去了，家里好乱。哇，今天阳光也太好了吧！真是一个美丽的周一，因为周一我只有一节课，这才是美丽的重点。I want to start with sugar. Infant Jesus at my breast. You could be more consistent with that. Okay. You said. Right. And again, because she's the. Vlog. 我现在在干嘛呢？我在走廊上等着维修人员过来。现在是半夜11点，因为我家煤气泄漏了。这个老房子啊，我真的是没有一天安生的日子。我烤箱烤了点东西，刚刚差点毒死在里面。礼拜二。
没有课，但是今天要去学校便请。今天呢很舒服，穿了一条灰色的西装裤和一个灰色的西装，里面搭了个抹胸，很方便，但是很秋天。当当，管风琴琴房竟然没有人，我来练一练。没有穿袜子，然后老师说这个必须要穿袜子才能上，因为要踩 pedal， 所以我带来了我的 happy socks， 可爱吗？太酷了。现在里面就开始吹风了，会有声音吗？我们来试奏几个曲子吧。效果的完全没有掉，而且非常自然，就是不会让人看着觉得你画了黑色大眼线，对吧？卸妆巾擦完脸以后会觉得自己的皮肤看上去比化妆的时候还要好一些。刚刚试了一下用 Final Cut Pro 剪 Vlog， 各种崩，我电脑内存真的不行了，而且我的脑子都要崩了，我现在必须要想一个别的办法。先睡了，明天下午还算专业课。据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是最瘦的，利用一下。哇，今天波士顿只有8到15度。我的头发真的很少，谁可以借一点给我？我要不要剪个刘海？剪完以后就是这样。懒人涂粉底，让粉底先集中在要重点遮瑕和提亮的地方。我的面妆真的比较凹，所以需要多提一点。反正就是整个 T 字区吧，剩下的再晕开就画完了。打腮红，最爱的 orgasm，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个限量款的，反正原来我用的也是黑色包装的，但是我有天去 Sephora 看到了这个以后，就是毫不犹豫把它买了，因为它特别的耐脏嘛。懒人化妆法最后一步，上天是不是已经安利过了？这个真的画眼线是不会晕妆的，而且颜色超自然，大家去买吧。我这里有一支从来都不会拿出门擦的口红，这是迪奥的一个751 Rock and Metal 纯的金属橘色，就是液体的一款，擦我脸上还比较适合，但是我从来不敢拿出去，是因为漏得很严重，但是就是一丢丢可以涂整嘴，哇塞，怪不得它漏得那么严重。我觉得我还蛮适合这种偏橘色的。穿皮衣的完美天气，这个 sandwich 是 fig and brie， 就是无花果酱加上 brie 芝士，很好吃，热热的。今天怎么这么困呢？练琴都没劲，手上就是完全控制不了。参观一下老师的课室，好，蛮可爱的，他挂了一些画，两排小钢琴啊，大钢琴，大钢琴。刚在学校旁边自己去吃了一个 sushi， 我好多 recycle 的盒子。我现在吃昨天在 Taipei 买的 pistachio crush。哦，好冷，好冷，好冷！我去上声乐课了。Oh my god， 穿了皮衣仍然瑟瑟发抖。这是在我的 vlog 里面第一次出现，傍晚吧，平时的晚上我都宅在家里收拾家，根本就没有出过门。买了一件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超级 cozy 那种，真的很悲惨了。我昨天晚上吃了一片褪黑素帮助睡眠，结果越来越清醒。那我睁眼看了一眼手机，是2:48。今天上午在家一直都在尝试着睡觉，但是完全就是没有睡着过，特别难受。后来又起来了，然后来上课，上了一节管风琴，等下4:00的 piano literature， 晚上还有一节 studio class。反正精神就是不是特别的好。我就先在 Panera Bread 吃点东西，去学校上课啦。我还拿着没有吃完的打包的这个米饭。去上 studio class， 去奏一个 Brahms。以前从来没有弹过勃拉姆斯，然后现在落到 Rosenbaum 手里，开始学 Brahms 了，好好学吧。近一点就是好，赶一赶时间还能赶到。
没有什么 special 的，去 Whole Foods 买买菜。我们再留一手吃火锅，这次的 vlog 就用火锅结束吧。高静远好像每次都出现在我的深夜食堂里。